咱们直接起货，见证一下这个好几百万的冰种金丝绿起货到底能不能惊艳咱们的眼睛。峰回小雁停无绿，柳眼春香绪。 OK， 今天依然很简单，干嘛呢？起货。而且今天是起了一条好几百万的冰种金丝绿。其实这个货呢，之前艾瑶有拍过一期，就是一手的700万，如果是老粉丝应该是知道哈。这个货是那一批货同料，但是是最最货头的位置。这个料子本来其实是我一个朋友已经买走的，但是他最近说想出，就是我也是给他稍微打赚了10万块钱。但是我觉得这种价位的货，人家这几万块钱也算是基本上就算是让给我了。说说这个货哈，整个清透水润，微微的起胶感，而且最难得的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翠绿翠丝在里面，整体给人的感觉是那种飘逸轻盈透润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棒。其实阿瑶一直强调的就是，买货如果在预算够的情况下，就是第一个要有种水，当然种水够了的情况下，那有色那就更加的挖塞了。那么今天这一条就是有种又有色。其实最近后台很多粉丝问我说，关于捡漏这个话题，其实真正来说捡漏我只能说有，但概率很小。你像我们这种同行啊，行内人天天在这个市场里面，基本上也是捡不到漏的。但是哎呀，我能就是说能保证的就是说，在相同的价位，在你的那个选择范围内，我会凭着我自己的对自己买货一样的那种高标准，比如说料子的版型、种水、颜色，包括起货之后的效果、光感，我会帮你把控好，我会帮你筛选好，这个是艾瑶就是说能做到的。那么好了，今天呢也废话不多说了，咱们直接起货，见证一下这个好几百万的冰种金丝绿起货到底能不能惊艳咱们的眼睛。茶馆里见过面，我却忍不住人家种水色完美相融，天花板级别的冰种金丝绿翡翠，种老起胶，胶润细腻的质感，肉眼无棉絮，飘的几抹金丝绿翠色，色融于底，映衬的整个翡翠都带上了阳绿底色，简直就是一个水水润润的大胶块。艾瑶翡翠，记录真实，感谢关注。